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549页，549页第一行：前面我们学习到地业一空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揭露佛学大字典的解释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地业一空说语啊，对于小乘之涅槃而言，大乘至极之涅槃为地业一空。小乘之涅槃呢，叫偏真、淡空；大乘之涅槃呢，空一空，为中道实相之空啊，故名第一义。这简单解释一下啊，大乘讲到啊，终极。讲到最后，讲到终点，至极之涅槃。涅槃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极灭，清净极灭，就是自性。在净土里面所说的呢，常寂光净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自己，就真我啊，也就是本性。中国人讲自性啊，本性本善，就是说的这个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呢，真如、自性、实相，啊，自性、法性，也是讲的这个。小乘有涅槃，小乘涅槃叫偏真，不远偏，啊，偏的真，它不是妄。假相是虚妄的，相是假的，性是真的。小乘真的偏真啊，那么大乘这个涅槃呢，叫小乘
知道万法皆空啊，这是辩证。大乘说那个空也空，啊，小乘执证到空，大乘告诉他空也空，啊，空也没有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，你没有办法想象。也说不出来，啊，亦是议论，啊，就是言说，说不出来。心思想不到，你起心动念错了，你就错了。就不起心不动念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。啊，我们跟佛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见色闻声呢，就起念头，就起心动念，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。那佛呢？佛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清清楚楚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做究竟涅槃。那这些境界在哪？就在当下。啊，只是我们不能证的。不能证的的原因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所以放下就是啊。你本来是佛，只要你不见色闻声，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。啊，鼻闻香，舌尝味。啊，身接触。意是知，意就是思想，你能想过去，想未来，这叫意。啊，这个六根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。起心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。起心动念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阿罗汉，就是小乘。所以小乘的涅槃就是见色闻声的，他不执着。为什么不执着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知道相是假的，体是真的，啊，体是空的，啊，这个空能现象。啊，但是现的相是假相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性体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叫它空，叫它做真空。这个真空不能当作无说，它虽然是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能现一切相。能现整个宇宙，能现万法，啊，我们的身体就都它现。遇到缘它就能现，没有缘它不现。这个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，也是科学里头的最高峰。啊，现在的量子力学。渐渐的要入这个境界了，那我们晓得能不能入得进去？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科学用的是机械，啊，用的是高倍的显微镜，用数学做理论依据，啊，然后根据这个数学的推断，用仪器来观察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用禅定，用禅定你才能入，假借外面东西入不了，被你看见了，看见也没用处，你不得受用。啊，一定是禅定，禅定证到之后得受用。哦，这个受用可大了，这受用通常讲六种神通。
啊，天眼开了，不但是天眼，五眼圆明。啊，我们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。啊，这五种眼通通开的之后，整个宇宙你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。啊，宇宙的缘起什么样子，你就看见了。为什么？在那个境界里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。没有时间，就是没有先后。宇宙的缘起就在面前，它没有先后。啊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。啊，再远东西就在眼前，没有距离。这是科学做不到的。啊，那么佛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法是幻有生灭法，这个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讲的跟佛经讲的一样，没有佛经讲的透彻。啊，首先物质现象这个谜是宇宙的之谜也，啊，被科学家揭开了。啊，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波动现象产生的假象。啊，根本它不存在。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念头，啊，就是我们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相似的相续相，啊，怎么叫相似呢？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，啊，前念决定不是后念。不会相同的，啊，念头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？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就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这么一弹指，就320兆个念头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前念灭后念生，这个现象。那我们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？啊，一弹指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年轻人。有力量的人应该可以弹五次，那乘五，1600兆一秒钟，一个念头是1600兆分之一秒，你能看见吗？就在你面前，一点都不小。啊，现代的科学家。这些尖端的科学仪器可以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，能捕捉到，这就非常难得了。啊，所以他们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。科学实验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相同，就是把物质分。你不断地分下去，啊，那么近代科学家从什么地方开始？从原子。80年前发现原子，在二战之前，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认为，物质最小的单位就是原子。
那么技术，科学技术不断在发达，仪器越来越新，越来越精密。啊，于是把原子打破，看看还有什么，原子被击破，发现里头有原子核，有中子，有电子，要发现这个东西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是最小，比原子小。啊，再把这个东西打破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啊，就发现了基本粒子，几十种。基本粒子打破者发生夸克。啊，夸克也有几十种。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佛经上讲的微尘。啊，佛说，阿罗汉的天眼能够见到微尘。微尘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天眼也看不到。啊，28层天，天眼看不到，阿罗汉可以看到。那么可能就是质的原子。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原子，啊，但是原子在分裂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啊，那微尘在分。这佛常说了，把它打成七分，七分之一了，叫色聚即微。这个色聚即微大概就是现在科学所讲的基本粒子跟夸克。啊，最后这即微之微再把它打破，分为七分之一，叫极微之微，就不能再分了，再分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才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啊，那么科学家把它找到了，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，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。啊，它有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，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，原子的一个电子，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。把这个电子分作100亿分，这一分，这才是真正物质的基础，最小的。所有物质现象，整个宇宙，金刚人家讲的业和相，就是这一种东西组合的，它是最基本的物质。那么这个东西也被科学家了，把它击破了，打破了。打破之后物质没有了，啊，那就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了，极微之微一分的时候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看到是什么？看到是念头，念头波动现象。这科学家在恍然大悟，物质从哪来？物质念头生的，那正好佛经上讲的，相由心生，相是物质。啊，色有心生，佛经上讲色也讲物质。啊，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。啊，这个被科学证明了。啊，科学所看到的是完全正确。那念头怎么来的？现在在研究，不断往下追。啊，看到了，但是。解释不清楚，认为物质这个念头是没有原因，忽然起来的，一起来立刻就消失了，它的速度比物质快，就消失掉了。那么这种现象，佛经上有，《楞严经》上佛说：“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”那是突然出来，马上就没有了，啊，琢磨不到，你没法子掌握它，啊，那么物质就是这种念头现象，啊，相似相续所产生的。这个相似相续，我们用老式的电影就很清楚的
能够得到这个概念，啊，从前的老式电影是幻灯片组合的，就是动画。啊，那么这个电影片在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是24张，也就是说，它在荧幕里头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。啊，24分之1秒，我们能不能看见？啊，那这24张，在这个放映机上，它是一秒钟。我们如果把这个24张只留1张，其他的统统给它涂黑，放在放映机里面去放，那是1张，24分之1秒，我们瞪着眼睛看着荧幕。会看见什么？看见一道光一闪，就没有了。里面什么东西不知道。24分之1秒，我们能看到一道光，什么东西看不到。现在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分之1秒，就在你眼前，你什么都没有感觉。啊，所以宇宙的缘起就在眼前，不是什么大爆炸。大爆炸的理讲不通啊。今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问题解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是看看电这个电影，必须大概半秒钟，我们能看到现象，1秒钟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。啊，24分之1秒只会看到一个闪光。啊，闪光里的什么东西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眼睛不行啊。啊，需要天眼，需要法眼，需要佛眼，佛眼就厉害了。啊，1600兆分之1秒，他也能看得清楚，这就很厉害。啊，所以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啊，学习的人就多了。啊，宗教。也许可能在人间消失，佛教不会消失。啊，佛教的真面目显出来了。啊，然后才真正承认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。他所发现的2500年之后。科学家才跟上还不是真正的跟上，还落后很多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相信佛法就是不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哲学。那么大乘涅槃怎么说空一空呢？这个空，第一个空就是相，就是现象，现象是空的。你想想看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啊，它是一个生灭，不断的这个生灭，一个一个接着这个，它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着它。啊，六根对它不起作用。啊，物质现象是前五根，眼耳鼻舌身能够接触不到。第六意识这是念头，念头也觉察不到。啊，这一些变换
通通在眼前，从早到晚没有停止过。如果它停止了，那就好办了。停止就是生灭没有了，不生不灭了。不生不灭是什么境界？化身菩萨。啊，那时候你住的这个环境叫十宝庄严土，是发心身，是发心土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真的这个境界。所以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。这法门妙极了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佛经这一门东西没入进去不知道，入进去就欲罢不能，其味无穷啊！啊，他跟你讲真理，跟你讲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啊，假的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。啊，真的也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心真假都不能放，好像我们眼睛。啊，沙子不能放，有粒沙子的眼睛就得病了。金刚钻也不能放，沙子不好，金刚钻好啊。通通不能放。啊，所以自信清净心里头什么都不能放。什么都明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体三种现象没有，当然不可以执着。啊，不能起心动念。相呢，相是生灭相，刹那生灭，说刹那都太快，那都太慢，说不上。它比刹那还快啊！我们只能这样说法：1600兆分之1秒，这样的速度在相续啊，所以它是相似的相续，不是真正相续，因为没有两个现象是相同。啊，那么这叫中道实相之空，跟小乘所证得的不一样。小乘证得的很浅，这个很深，啊，深到究竟成为第一。三藏法疏第46卷说，诸法中最低一法名为涅槃。啊，在一切法里头。称为涅槃，涅槃之法呢，空无有相。啊，涅槃里头没有相，这叫做第一义空。啊，第一义空，不能说它是无，非有非无。啊，如果是无，它就不能现象了，它能现象。能现一切相，随你的念头现象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，就是描写这一桩事情。啊，因为他说的很简单，很扼要，说的非常非常重要。句句是真的。啊，第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我们要知道，自信是真心，自信是真心的相。啊，是真正的自己，
禅宗里面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才是真正自己。啊，我们现在感觉当中有个我，那个我是假我，那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它有生灭，真我没有生灭。啊，真我清净，绝对没有染污，染污的都是假的。假我有染污，真心没有染污，妄心有染污。啊，凡是有染污的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清净的，本自清净，真的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这个1600兆分之1秒的生灭相，这整个宇宙，所以整个宇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生灭相。阿赖耶变现的，啊，这个佛经上讲得很透彻，啊，看到好像是真的，就如同做梦一样。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啊，所以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上说得很好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六趣就是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。觉后空空无大限，如果你觉悟了醒过来了，梦境就没有了，那梦再找不到了，它根本不存在，整个六道整个十法界都是梦境，都不是真的。那什么是真的？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，那个境界是真的。为什么叫做真的？因为它没有生灭，它没有染尽啊，所以说它是真的。其实它还不是真的真，因为它没有生灭，所以我们叫做真。设法界是生灭法，那就是刚才讲的波动现象产生这种法，这个法的时候是假的，那是无生不灭，现的相不生不灭啊，这相是怎么现法的？无始无明，习气没有断，变现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从修正世尊在经界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修正的次第上可以看出来。啊，你看阿罗汉，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也就六道轮回没有了。啊，醒过来了，六道没有了。阿罗汉还有六道轮回的习气，习气不好断。啊，什么叫习气？古德有个比喻，啊，好像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里面盛的是酒，倒干净了，擦干净了，真的没有酒了，闻闻还有酒的味道，这就好比是习气，习气你擦不掉，必须盖子打开，放个3天5天，哎，没有了。所以有习气啊，阿罗汉有习气，阿罗汉的习气要断掉了，就不叫阿罗汉升级了，叫菩萨啊，不是辟支佛啊，辟支佛他把见思烦恼习气都断掉了啊，三大类的烦恼第一种解决了。辟支佛要断第二种烦恼，叫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升级了，他是菩萨。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。
啊，菩萨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，他又升级了，他成佛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是把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包括习气都断干净了。啊，他还生什么？生无明烦恼。无明烦恼一断，他就离开十法界了，带着十法界的习气到一真法界去了。那一真法界就是习气变的，习气要断尽了，一真法界没有了，出现什么？常寂光。常寂光永恒不灭啊，常寂光里面没有身体，也没有念头啊，真的什么现象？一片光明，叫大光明藏，自性体相用都是光明的啊。进入这个境界呢，跟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啊，不管什么时候成佛的啊，古佛、今佛都融成一体了，就光，光跟光交在一起。啊，我们这个房子里十几盏灯打开了，光光互照，融成一体。啊，融成一体，你就晓得智慧是一个，所以佛佛道同。啊，德能是一个，相好也是一个。啊，这叫圆满回归自性呢，这就是第一空。啊，能现一切相，众生有感，它就现象。啊，非常灵敏，众生有苦难求他的时候，它就现象。啊，现什么样的相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众生有起心动念。他起什么念头就现什么相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众生想见佛他就现佛相，众生想见耶稣就现耶稣相。啊，完全靠众生，你起动什么念头他来应你。啊，而且呢，说什么法也是众生，众生想求什么法，他就现什么法。啊，所以佛现身说法是没有起心动念的。要是起心动念，他就堕落了，他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么，于是我们就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。住世八十年，他从入胎到示现灭度，都没有起心动念过。你要说他起心动念，那就是谤佛。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他说了，他没有说一个字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他不起心不动念吗？那说什么话？众生要听这个，他就说这个；要听那个，就说那个。啊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为什么能说呢？真实智慧。这本经讲的三种真实。真实之机是体，就是讲的第一空，讲的法性。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啊，真实的智慧。是能现能变啊，能说能行，这是真实智慧。真实利益是众生得到的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提升，帮助众生起入常寂光。完全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那么佛的教学，我们看他的一生，你就能完全看明白。啊，一生教学49年。啊，前面12年讲阿含。下沉，阿含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。啊，好比办学小学，12年，12年这个基础奠定之后，啊，再帮你提升。讲一点初级的大乘，啊，也就是大乘法的预备班，啊，佛经里面称为方等，讲了8年，好比办中学，啊，连前面12年，这是20年，20年的基础才学大乘。大乘是般若，跟你讲真，讲宇宙人生真相。为什么你能听得懂？你对佛相信，跟佛20年，佛从来没有说句一句妄语，从来没有骗过人。佛还能说假话吗？啊，大乘是真难懂。你看，说一切法是空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谁能接受？如果佛最初就讲这个，没人接受，人都跑掉了，说你头脑有问题。明明有，怎么会是空呢？对，前面20年的基础奠定，大家对佛有信心了。讲真的，不讲假的，讲多久呢？22年。啊，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！最后8年。告诉你，人成佛就在现前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这讲到究竟圆满了，你本来是佛，那中国老祖宗也了不起啊。中国老祖宗虽然没有说佛，他讲圣啊，中国人讲圣人，印度人讲佛陀，一个意思啊，顺中国人讲圣人，顺印度人讲佛陀。啊，佛陀跟圣人是一不是二。跟一些宗教里面讲，讲神、讲上帝也是一个，没有两个的。啊，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啊，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跟自己什么关系？一体，真是一体啊！一体里面第一德就是爱啊，一点都不假了，这个爱是真爱啊，纯真无妄。我常说的，人生百日，人生下来100天，啊，3个多月，体露真常。你从他身体气性去观察，自信完全显露出来，那是真，那是常常永恒不变，他露出来了，啊。千万年前如是，到今天还如是啊，没有改变呐、啊，哪来的古今啊？啊，是我们迷惑了，迷惑越迷越深了、啊，从来不觉悟啊。
啊，一百天小孩还不会说话，但是你细心就观察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你看他的动作，充满了天真的爱。啊，他这个时候还不会认生，对他母亲的爱，别人去抱他，你看他对任何人平等的爱，亲近的爱。啊，从他的眼神，从他的动作的时候，你能观察得出来，那什么天性，那是大自然，没人教他。啊，远古老祖宗所看到的，我们今天也看到，都在眼前，古今没有分别。啊，中国外国也没有分别。啊，只要你细心，你不要有起心动念，不要有分别执着，你就看得特别清楚。啊，那么这份爱如何能保持永恒不变？这就是佛菩萨。佛与菩萨永恒不变，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。为什么？它是一体，只是迷悟不同。啊，有的觉悟了，有的迷了。迷有浅深差别，有人迷得浅，有人迷得深。迷得浅的容易教，啊，他容易教；迷得深的不容易教，啊，为什么？他坚固的执着，啊，佛舍不舍弃呢？佛不舍弃，佛舍门中不舍一人，啊，迷得再深，做再多的坏事，佛还是等他。啊，为什么他造作的善与恶都受果报？这就是六道。啊，你造的善，你生在人天，所以享福。我跟你说真话，不是叫享福，消善业，善业消掉，因为自信里都没有善恶。你造的善，善要消掉，善在人天消；造的恶呢，恶在三途消。通通叫消业障，善也是业障，是恶也是业障，都是在消业障。啊，业障要怎样才能消得掉？不着相就消掉了。啊，着相消不掉。啊，不着相就消掉了，啊，享福不着享福的相，就是说没有那个享福的念头。啊，你在地狱的时候没有受苦的那个念头，就很容易出来了，很快就消掉了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句话重要。啊，所以你学了净土宗，你把所有一切善恶念头。统统转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纯善纯净，这个念头真正不可思议，啊，真正殊胜到极处，啊，为什么就想东想西？啊，觉明妙心菩萨教人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太有道理了。啊，用真诚恭敬心念这一句佛号，消81劫生死重罪，一点都不假，是真的。我们今天天天念佛，业障消不了，原因咋呢？我们的心不真诚，
不恭敬啊，而且我们念佛当中还夹杂着妄想杂念，不纯啊，虽然消消不了那么多，可是一面消它一面又造，造的比消的多，这就麻烦了，最后的结果还是到三途。这叫念佛人为什么会堕三恶道啊，这个问题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提出啊，这个话在他著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着最后讲念佛人一百种果报，不同的果报。第一条就是阿鼻地狱，就念佛怎么会到阿鼻地狱？啊，我在台中学习讲这一部，就讲大师这篇文章，就采用他老人家的注解的本子。啊，我想不出什么理由。我拿到这个经本去见李老师，啊，李老师一看说这是大问题，我不跟你一个人讲，讲经的时候公开跟大家讲，啊，虽然口念弥陀不只是心散乱啊，二是什么呢？在佛门里面贪图名闻利养，这样多无间地狱这个罪很重啊，让社会大众对佛法生起反感啊，批评佛学佛法，毁谤佛法，是因你造作的一些不善而引发的，这个罪过无间地狱。啊，所以学佛人最好，无论什么时候、什么场所，有人问你，你回答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嚯、哦，这无上的佛宝啊，自他两利呀、啊，那自己决定往生啊，啊，他将来也应往生，为什么呢？阿赖耶的种子种到他阿赖世的世里头去了。啊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，帮助人种净土的善根啊，这都不可思议。啊，涅盘经二十七卷说佛性名第一空，第一空啊名为智慧，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。这一句话说得好，空与不空统统放下，心里头没有啊，事实真相清清楚楚，心底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你说空你就染了空，你说不空你就染了不空啊，空不空统统没有，因于道断，心心出灭，这是大乘第一空啊。大智度论三十页有这么一句话，能使诸法实相空，名为第一空啊。诸法实相，学大乘的多半着了这个相，
能把诸法实相放下，不执着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这叫第一空。这叫真正的大乘涅槃。又小乘之涅槃呢，一名第一空，杂阿含十三卷里头有，我今为汝等说法，初中后善，善意善位，纯意满尽，凡心清白，所谓第一空尽，这是小乘说的。名称跟大乘一样，意思实在不一样。前身差别距离很大。小乘确实它是淡空，它是偏真涅槃。小乘人对于一切诸法的真相他不了解，他只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为什么这个虚妄产生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菩萨知道，小乘不知道。我们再继续看念老的注解，说穷极真如实相之圆底，这个叫真实之极。所以真实之极就是第一空。那么这是最真实的了，一切法里头最真实的。当来一切含理。当然是将来，包括我们现在在里面。一切含灵就是一切众生，有灵性的众生，皆因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而得度脱者，真实之理。这三种真实，真实之理是说什么？就是说这部经，就是说的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持名念佛。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。就我们学佛法学到今天，用世俗一句话说，确确实实，这大家无法否认。唐太宗编辑的这一部群书之要，确确实实是中国经史子里面的精华。把四库提炼成一部书，真正要懂得这一部书，必须这个里面六十五种原本要精通，那就没问题。六十五种原本没有精通，这书很难透彻了解，不容易啊。那就完全佛法讲靠智慧呀，真实智慧现前，没问题。能解决，不是真实智慧现前的，那这个六十五种就要认真去学习了。他所学习到的依然是属于知识，叫高等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所以不管怎么个说法，大乘里面所学的智慧不是知识。智慧一开全通了，不学的也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你见了性，哪有不通的道理？要见性没有别的，放下。
这张家大师教过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。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这个真不容易。你说，一秒钟，1600兆个妄想，我从哪里放下？我根本就不知道啊。知道才有办法放下，我根本不晓得。那什么时候知道呢？大乘经上佛告诉我，八地以上。我们修行，哪一天修到八地菩萨就见到了。啊，见到才有办法下手啊。把这个东西真正舍掉，彻底舍掉的时候，是在十宝图啊。这个东西舍掉之后，十宝图就不见了。啊，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？常寂光。自己的身心跟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片。智慧是一个，德能是一个，相好也是一个。一切佛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一切佛。华严经上说的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整个宇宙是自己的一体，叫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我们才有个概念。为什么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？啊，要记住三世，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未来一切诸佛就是现在一切众生。啊，过去众生成佛了，现在与众生成佛了，未来所有众生都会成佛。啊，成佛之后是一体，不是二体，是一体。啊，所以你能够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你对于所有一切众生呢，真正亲爱，亲爱到基础啊！啊，这个亲爱里头没有我，没有自私自利，啊，我人的相都没有。我人的念头都没有，啊，有念头的时候就不是真的，没有真正契入，真正契入无我，啊，也就是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整个宇宙一体，这是如来证得究竟的境界。能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确实只有大乘经教。那么，下面的解释，啊，这真实之理。能显此真实之机，会此真实之力者，即此真实智慧。佛法中智慧，啊，智慧是性德的核心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说清楚了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，本自具足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德能，如来的相好，统统具足。
啊，那么智慧的能向好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一个爱，在爱里面显示出来了，展现出来。啊，这个爱是没有念头的。如果起心动念，那个爱啊，变质了。那不是第一义了，啊！再加上分别执着，那是众生的爱。要知道，众生的爱这个源头还是自信里头的底的，还是从那流出来的，但是被染污了。起心动念是第一个染污，染污不重，菩萨的爱。哎，加上分别呢？是第二个人物，啊，还可以，啊，小乘的爱，啊，阿罗汉辟支佛的爱，啊，那再加上执着，就是六道凡夫里的爱了。凡夫里的也有觉与不觉，啊，如果觉悟呢，我们叫它做大爱，他除了爱自己，他能够爱一切众生。啊，那小爱专门只知道自己，啊，小到基础只有自己，连父母都不爱了，妻子儿女都不爱了，啊，只爱自己的时候，那就是小到基础了。所以，那自私自利到基础，通通是从慈心流出来的啊！啊，你要找到根源，你就明白了。找到根源，对今天社会现象就不奇怪了。啊，你看到怎么样去，你都认为正常。啊，你都认为没事。慧者，啊，大乘一章第二，居行方便，观大为慧。就实一论呢，真心体明，自心无暗呢，这才叫做慧。这个慧的标准很高啊。那么这里说了“观达”两个字啊，这也是佛法里头的术语。佛学大字典出来的啊，智慧之用，观理而大其原底也，这叫观大。啊，智慧起作用，看人，看事，看物，你观察一切法，啊，能够啊。明了它的根源，这叫智慧。大乘一章里的书，于法观达，故称为慧。天台戒疏里的说，观达无始无明原理。啊，都用观达的意思，就是达，就是通达到根源。看到最深处，啊，它怎么来的？怎么回事？啊，能够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凡是有观达这个智慧，就能透彻了解因果。啊，所以他心是清净。他看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啊，念头才起，他就能看到他的果报。啊，善念，果报在人天，啊，在哪一层天，他都清楚。恶念，
国宝的三徒，啊，他们有一样不清楚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对念头啊，不能不谨慎的。那么这些说法，念老把它归纳起来，是乃以明自本性，见自本性啊，方明慧。这个慧的标准就高了，不是普通的智慧。二是化身菩萨的智慧，啊，他因明心见性，这才叫慧。啊，那么在中国讲到明心见性呢，大家一定会想起慧能大师。啊，这是个明心见性的人。我们现在需要向他学习，需要依他做榜样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想恢复传统文化，我们都很着急，但是传统文化的老师没有了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无师自通。要走这个路，无师自通。慧能大师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啊，他怎么通的？大乘经上讲的道理，我们必须清楚。放下就通，放下什么？放下万缘。万缘是什么？是执着，是分别，是妄想。所以大乘教里都告诉我们，于一切法，就是说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决定没有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为什么？清净心得到了，执着是染污，心不清净。啊，那么这种染污，佛很慈悲，啊，真的细说是无量无边，佛把它归纳成十句话，啊，这十句里面，前面五种叫见惑，后面五种叫思惑，啊，见惑是见解的迷惑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你看法上的染污，你看错了。似乎是你思想上的染污，这叫见思烦恼。啊，学佛首先要断的，这是最浅的，往后一步比一步深。啊，这是最容易断的，后面越来越难。啊，那么前面五种，这个见惑，也叫见烦恼，就是错误的见解，我们把它修正过来，有88种，啊，三界九地佛说了88种，88种归纳起来，五大类。第一个身见，执着身生活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一定常常想着身不生活。
我们要一切都为这个身呢、啊，这就坏了，就错了。它不是我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我所有的。就像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衣服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衣服坏了可以换一件，身体坏了换一个身体。啊，如果是身体是我，那我死了不就没有了吗？啊，怎么去投胎？投胎不是这个身体去投胎呀、啊，所以大家晓得，灵魂。啊，灵魂是不是我呢？可以说是我，但是不是真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灵，说他灵魂只是恭维他，他迷惑颠倒。啊，说他迷魂是正确，他迷，迷而不觉，所以他投胎会去投畜生，他就搞恶鬼。如果他灵的话，他决定不到这些地方去啊，他会到天上去啊，他不灵。孔子称他做游魂，说的很有道理。为什么？他动的，他不会静止，而且动态啊很大，速度也很高。啊，他投胎不一定呢来生在这个地球上，可能到别的星球上去了。你晓得速度多大？啊，他没有障碍。啊，如果他觉悟了，那就是真果。啊，觉悟啊，他就回归自信了。啊，所以自信才是真果，我们叫它叫灵性，不是灵魂。灵性是真果，啊，灵魂是灵性在迷惑的状态，啊，没有觉悟过来。啊，在这个状态，所以我们也要认清楚，啊，灵性是我，啊，灵魂在迷，啊，六道轮回投胎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啊，人要是觉悟了，再不搞六道轮回了。最聪明的人。就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那我们用俗话来说，这是最有智慧的、最有福报的，啊，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并不简单，大乘教佛说的，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没有这样大的善根福德，他不会选这个法门。啊，选择这个法门呢，也是半信半疑，他未必能往生。啊，决定往生，一切放下，决定往生，这个人，那就是得过去一切诸佛加持，他这一生决定往生。道理、事实真相，我们都要知道。啊，如果说这个是佛讲的，这靠不住啊，这是宗教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机会你当面错过啊，到以后后悔来不及了。身心教诲最难的就是信心啊，这是我学佛几十年了，
深深体验到的。啊，我们真正难关在哪里？信心。我们的信心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信的人，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，啊，转变成什么呢？真正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他都提升自己。那行，他不执着，他真能放得下，啊，而且对一切人事物都生出最真诚的恭敬心。那为什么？他知道这一切法就是法性，对法性的恭敬就是对诸佛如来的恭敬。那个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，太苦了。那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啊，在这个世间的时候，时间越来越短了。长寿不是好事情啊，受罪啊。啊，你们要问我，我想什么？我想现在往生。那你摆脱这个痛苦啊。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佛不来接我。啊，那不来接我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事情没办了啊。什么事情？为大众表法，不就为这个吗？啊，一般人讲的人不相信，我讲有人相信。为什么？我讲了50多年，我学了60多年，讲了55年，大家相信了。那这就是这一段经历在呀、啊，人相信这个，出这个我没什么稀奇啊，那佛留我也不就是为了这个吧？啊，不会说假话。啊，所以你们问我什么时候往生，我不知道，要问阿弥陀佛。啊，时候到了，他就来接我，他来接我，我马上就走，毫无留恋。啊，这个世间真正放得下了，这才有把握往生啊。啊，所以身要放下，不要留恋，那身外之物就更不必了。啊，做一点事情，做好事，为什么？为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。但是做好事一定要想到谁来接班、啊、好好培养接班人，这个事业就可以永续往后发展，这功德大。如果接班人选错了，你要负责任，可能又到三途去了。啊，所以让我们想到古人呢、啊、皇帝，你看历代帝王，他们也登基，第一桩大事立太子。你看，才上台就立太子，就准备后面的一个接班人，这非常有道理啊！啊，古人都懂得，所以家里也生小孩，啊，生个儿子了，接班人来了。要好好培养他，让他将来光大门楣，比我做得更好。
啊，我们家世世代代兴旺啊，他有这个念头啊，现在人没这个念头啊，生个儿女若无其事啊，生儿子欢喜，生女儿更重视啊。这是现在一般人不了解中国古社会，中国古时候女人身份非常高啊，为什么？她是传宗接代的人啊，教女比教儿子还要严格，为什么？她将来是个贤母，啊，是个贤妻贤母，将来生育下的小孩是圣人是贤人。啊，女儿嫁出去了，虽然不是自家人，为天下人培养圣贤，为国家民族培养圣贤，那个心量多好。他不为自己，儿子要教，女儿更要教。啊，念念不为自己的，身见破了，果汁淡化了。啊，这是入佛门向正果的第一步。啊，身见放下了，放下边界。啊，边界是执着两边，真妄两边，空有两边。啊，自他两边，这两边都是假的，叫边界。啊，边界破掉之后，你就走向一个念头了。这什么一体？整个宇宙跟我一体，就不分家了。啊，边界里面最明显的是对立。啊，对立就不和谐，一对立问题马上发生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没有对立，跟任何人不对立，跟事不对立，跟一切万物不对立，不对立我们就是一体，一体里面就有和谐。啊，中国人们叫和睦，和睦好。目里头有亲爱的意思，啊，血里头没有那么深的亲爱，啊，和睦啊，啊，然后放下成见，就是自己没有住见，啊，成见有因上的成见。果上面统统放下，清净心现前。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，心被染污啊，染污的心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啊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统统放下。啊，五种见惑都放下。真小乘粗苦，须陀洹。啊，大乘呢，粗信位的菩萨，真入门了。你是佛的真弟子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虽然是刚入门，小学一年级，在佛法称你为圣人，你不是凡夫。为什么呢？三种不退转，你第一个不退转了的，位也不退。啊，虽然你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你在六道里有一定的期间，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。啊，人的寿命到了升天，天的寿命到了到人间来，人的寿命到再升天，天上人间七次，就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七次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在大乘呢？就是七心位的菩萨，啊，六道就没有了，这
他不会退路的反复，他决定不会到三恶道。这放下执着，再往上提升，放下分别，放下妄想，妄想是起心动念。放下妄想的人，十法界没有了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，这个四圣法界没有了，也不是真的，他也是生灭法，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所以，假的全断掉了，真的现前，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的十宝图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。你占了一个最大的便宜，那是什么呢？从现在这个身，直接就换成法性身、法性土，也就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之名，名字上有，实际呢？实际没有，实际它是平等的法界。那为什么呢？到那个地方。你看四十八愿第二十愿书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借作没有一个不是阿惟越智，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相信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一般学佛学别的法门的人对这个法门都摇头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念这一声佛号就能证到阿惟越智。阿惟越智多难啊，那个小乘阿罗汉都不得了，都不容易啊，这个连出国都没有达到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去。阿惟越智是谁啊？观世音大势至，文殊普贤那是阿惟越智，到那里去跟他们平等，谁肯相信？所以就发问难信之法。难信不是说凡夫，世界真正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他们不相信。那我们为什么相信？我们相信如来的大德大能，相信弥陀的大愿，是得阿弥陀佛大德大能大愿的加持，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证得。怎么证得的？到极乐世界去学习才证得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没有休息，而且极乐世界无论你在哪个地方，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全是佛法，除了佛法之外别的你看不到。学习的环境好啊，又何况一到极乐世界就证无量寿啊，寿命无量啊，一生成就啊。别的世间修无量劫，那要换多少生呢？多少生命？极乐世界不需要，不用换身体，他那个身不是生灭身，不生不灭。的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那个世界就是个不生不灭的世界，这是很不容易遇到的。这么多往生的人，做出样子让我们看见了。地贤老和尚讲的锅炉匠，这大家都知道。
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只念了三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修无法师也是地贤法师的晚辈。啊，哈尔滨极乐寺建成。方丈和尚是谭旭法师，啊，纪念这个道场成就，就办一个传戒大会，请地老祖德建和尚，啊，秀无法师到这里来做义工。很难得了，大概住了十几天，那个时候的戒期是53天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传戒听说一天，啊，从前53天，我们受戒的时候是32天的，33天，这打折扣了，现在真是一天就完成了。啊，戒律不讲了，照仪规念念，做个形式就好了。啊，就叫得戒了。啊，这些事情佛菩萨当然知道，各有各的因果，业因果报。这是大自然的定律，谁都逃不过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佛相信，啊，相信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如来五种语：真语、实语。如语，不狂语，不妄语，啊，这个话是佛说的，这个经是佛讲的，而且一生当中多次宣讲，不只讲一次，这是佛。无尽的慈悲啊！佛讲一切经呢，一生就讲一遍，没有重复讲第二遍，唯独这部经多次宣讲啊！这部经真的能度末法众生，只要具足真心。真愿老实念这句佛号，你就决定得生。那所以我们应该把精力、时间都用在念佛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求其他的错了。啊，大梵天王来说，我让位给你，请你做大梵天的天王，你去不去？你去就上当了。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？干不得了，一定要懂得这一句话了。啊，干什么都不如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极乐世界之美好就在这部经上讲绝了。啊，这部经里面包括这个注解，把所有的佛法全涉猎到了。啊，显教、密教、
宗门教下，大乘小乘教义全在这部书上。啊，所以我称它做佛经之要。这唐太宗的之要，这佛经的之要，啊，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最重要的，全在这里头。啊，所有一切经教义理，全在这部经当中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圆满证得，样样证得，没有一样欠缺。这是慧眼，真实者，大乘一章云：发觉情妄，为真实。法是指一切法，一切法把情跟妄把它断掉啊！一切法里头最怕的是情，烦恼里头的核心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贪嗔痴，这是三个根本烦恼。那么在见惑里面呢，它还有后头还有两个，慢疑，就见惑，见惑是贪嗔痴慢疑，而这个四惑，见惑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这个五种见惑断掉，证取得完果啊。那么另外这五种私惑断掉了，就证阿罗汉果。五种私惑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慢从哪里来的？慢是嗔恚的核心，人只要没有傲慢，嗔恚就很容易断啊。疑是愚痴的核心，只要有疑，一定愚痴。所以要断愚痴，从哪里断起？从不怀疑。啊，对于圣贤教诲不怀疑。这才行啊。对于佛的经教不怀疑。经教现在有假的，现在人乱搞啊！啊，那我们要记住，这一部东西是真的。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，真的，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。纯真无妄啊，这个注解是真的，是黄念老采取了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的注疏来解释这部经的经文。啊，句句话都有根据，决定不是假的。我们对他要有信心，对他没有信心，那就是没有福报啊。别人不相信，我相信啊。啊，很多人比我要放弃啊，说这是假的。啊，经典怎么可以晦气？啊，不承认晦气，那不承认晦气，不应该只指这一本呐、啊，还有很多晦气的。啊，什么东西是晦气的？最平常的《朝暮扩诵本》是晦气的。
那不承认，那不能用啊。还有啊，现在这个佛门里头做的小法事，水陆忏仪是会集的，梁皇宝忏也是会集的，没有一样不是会集的。那应该通通都要消失，通通都不要的时候，这小和尚没事情干了。所以不能说只有这个会集文是不对的，其他的会集都承认的，哪有这个种道理？想不通啊！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讲，反正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，我对老师相信。我跟李老师十年，十年是听他的教诲。我相信老师真心的照顾我，把这个经宗传给我，这个本子他自己讲过一遍，用毛笔写的没注，这个本子送给我了，他没有给别人。老师往生之后，我把它翻译也完成，放大了，在全世界各地流通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本子很多人都忘记了，知道的人很少。我们这一宣传，全世界人知道。接着就有人找我。讲这部经，我讲了十遍，85岁开始，清明开始，华严不讲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年岁太大了，我就发现专讲这部经跟注解，年经的注解就讲，一年讲一遍。活一年就讲一遍，活两年就讲两遍，其他的不讲了。专念弥陀，专修净土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国际上的活动，今年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不敢。这最后一次就是5月间巴黎的，我如果要参加，就最后一次，也可能呢，这一次都不参加了。一切都看缘分，往生重要啊！世间法随缘，决定。不能攀缘，攀缘就错了。弘经也不，传法门也是这一步。这一部经足够了。末法时期的这个经，依教奉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我们自己做出好榜样，让后人生起信心。所以法，一切法都不可以放在心上，那就是真实。故即利妄之本真，一切自心清净心。这是真的，只要把万缘放下，自己的清净心就现前，清净心是真心，这个经的经体，后半段清净平等觉。
我们修什么？就修这五个字。这五个字是因，我们用这部经，用念佛的方法修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心成就，就真的阿罗汉果。平等心现前，那就是菩萨。觉，觉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是成佛。啊，清净平等觉。因，果报呢？上半句，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庄严，果报啊！无量寿是自性第一的不生不灭，叫无量寿啊！啊，庄严是讲相好啊，智慧的能相好。是自性本有的，只要你清净平等觉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它自然现前，它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自性本来如是，又加上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愿，啊，无量劫功德的加持。怎么会得不到呢？啊，当然能得到。啊，早年我在台湾，这四十多年前的事情，我在佛光山教书。啊，遇到佛光山林乡，佛光山是大树乡，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念佛三年，站着往生，啊，这个老太太平常谁也没有看得起。啊，人非常慈悲，啊，善人，对佛教不知道，啊，见到神都拜，啊，真叫多神教。三年前娶了个媳妇，啊，这个儿媳妇懂得佛法，劝婆婆不要到外面去，到处烧香拜神。家里头设个佛堂，在家里老实念佛。啊，他听媳妇的劝告，就不再出去参加庙会了，在家里念佛念了三年，站着往生。那么这些人都给我们做榜样。都在提醒我们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将军乡老太太这桩事情，我提起来的时候，现在那个地方很多人知道，啊，都来告诉我真的，有些人亲眼看见，我邻居嘛。啊，为什么不相信？为什么不肯真干？啊，大乘直观上说，此心就是自心清净心，又名真如，又名佛心。一名法身，一名如来藏，一名法界，一名法性，这都是这么多名词都说一桩事情。佛把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相，
目的不是别的，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。啊，只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怎么说都可以。华严经上说，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，一多不二。我们今天时间到，就学到此地。